才我们说到，希纳嘎老师很好奇地问马浩索说：“先生，那你要带我们往哪个方向逃离呢？”马浩索就解释着说：“我已经准备了地道，请大家准备好就出发吧。”当准备好一切后，马浩索马上带路往地道的入口走去。希纳嘎老师一出发，就把包头的布拿下来，慢慢地松开裤子，然后重新绑紧，为了是准备走下地道。因为他以为包头的布拿下来，把裤子绑紧才方便走路。马浩索微笑着说：“希纳嘎，您不要误以为我的地道会小到需要弯身跪走的样子嘛。因为这个地道有18只手背的高度，门也很宽阔，里面很豪华。若你想骑大象进去也可以，想骑马进去也行啊，或者你想穿什么样的服装都可以，只要你们走在陛下面前就可以啦。”讲完后，就让希纳嘎老师走在威提和王的前面，至于马赫索本身呢，却走在后面，为的是比较能方便提醒威提和王要以最快的速度走，因为现在只剩下一个晚上的时间而已。假如威提和王边走边观赏地道里面的豪华装潢的话，恐怕时间会来不及，所以马赫索要一直提醒威提和王说请陛下走快一点。马赫索派去守护着四位皇族的守卫，当知道威提和王快要抵达了，就恭请南萨拉嘎提韦皇太后、南陀提韦皇后、班扎拉詹塔太子还有班扎拉詹提公主等四位都走出地道，之后请他们进入凉亭。这座凉亭建设在恒河边，而且距离新宫殿约有12公里。当四位皇族看到威提和王和马赫索走来，才领悟到其实这些守卫都是马赫索的士兵，为了让自己毫无怀疑地被诱拐到这，现在自己已落在敌方的掌控中了。当然每位都很惊恐害怕，而且大声喧闹，也哭泣得很可怜。当天晚上，朱拉尼王带18部军队到恒河附近扎下军营，因为怕威提和王会按照原路逃走。在夜晚的宁静中，四位皇族的叫喊声就顺风传到朱拉尼王那儿。朱拉尼王听见远方传来的哭叫声，就清楚地听得出那是南陀提韦自己的皇后的声音。朱拉尼王很着急，他很想问身边的人：“你们听听看，那声音是南陀提韦皇后的声音吗？”但他却立刻遏制了这个想法，因而并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因为他怕被将军和队长们嘲笑。看来陛下可能太过担心皇后了，才幻觉听到皇后的声音。马赫索带领着威提和王登上座位后，也恭请班扎拉詹提公主上座，让两个人都坐在豪华的宝座上，之后也为两位举办皇家仪式的婚礼，同时禀告威提和王说：“陛下，您是为了什么心愿而来到这里来的呢？现在该心愿已经达成了，请陛下封这位公主为陛下的皇后吧。”婚礼圆满结束后，威提和王跟四位皇族就走上已准备好的船，跟随威提和王来的大臣们和军队的人马也都上了马赫索准备好的300艘船。当看到威提和王已经坐在船上了，在让所有的船只离港出发之前，
站在岸上恭送的马赫瑟就趁机禀告威体和王说，陛下，我想向陛下提出一个小意见，请陛下不要误会。从此以后，请陛下把朱拉宁王、南多提韦皇后视如自己的双亲吧。陛下如何对待自己的亲戚，也请陛下如何对待这四位皇族。请陛下千万别小看这一点哦。您是如天神的陛下，请陛下尊重朗萨拉嘎提韦皇太后，如同自己的长辈亲戚，且慈悲对待班加拉詹塔太子，如自己的晚辈亲戚，并且请陛下要尊重班加拉提公主为自己的皇后，别歧视她。马赫瑟这样禀告的原因，是因为怕那时候威提和王生了朱拉尼王的气，他可能会下令处罚朱拉尼王的太后、太子与公主。至于朱拉尼王的皇后南陀提韦皇后，因为她很美丽，所以怕威提和王忍不住后可能会强行占有她，因此马赫瑟必须要求威提和王遵守信用。为了确保四位皇族的安全，也为了方便进行未来的计划，威提和王答应了马赫瑟的每一项请求。至于马赫瑟下一步的计划，要怎样才能让他的任务圆满地完成呢？请继续观赏下一集。各位大德，阿弥陀佛。世间如果有佛法，众生才能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把佛陀的正法弘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所以也希望各位呢多关心生命电视台。更要感恩的是，有很多所谓生命菩萨到处去邀集人家来收看生命电视台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到我们家里来收100块，一个月收1000块。这些大菩萨，我们看到他就是生命菩萨，赞叹他。但是也希望各位呢，多加入这样子的护持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电视台一存在，做得更好，更好的内容，那么全世界的有情生命啊，放生啊，戒杀啊，施食啊，救流浪狗啊，帮助每一个人学佛啊，都是因为生命电视台的内容的广大。所以各位呢，不断的来护持投入生命电视台，我们买更好的机器，制作更多的动画漫画，弘扬到全世界，那这个世界就得救了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功德是太大了，各位护持的功德更是大，所以随时护持关心生命电视台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传播文化事业基金会，简称生命基金会。